七少赴庙会，今天的我荣幸就来到庙威坛。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庙威坛的发起人谢月儿女士，对吧？对。好，今天呢就是你们的庆坛的开坛的这个24周年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疫情，也是没有说有很多香客到，但是就算有疫情在呢，神坛呢还是要很庆祝，就是神坛的这个大日子嘛，对。那阿嬷就是说你是丁府将军的姬童嘛，对不对？对，而且你是在很小的时候你就被十六岁，你感觉到你是已经那时我还没有什么知道，没有什么知道，你没有 experience 吗？没有，那是小啊，包括你感觉到你就是那时都不会什么叫激动啊，不懂什么激动啊，那你信不信神的那时候？信神是信啦，不可以太迷啊，不太迷哈、哦。对对对，那丁府将军，你是在，其实你在40多岁的时候你才开始就学嘛，差啊是对。对，所以从16岁的时候到40多岁呢，阿嬷其实在就是。没有本功，没有什么，你也不懂，也不懂。等到我父亲过世，丁府将军才直接下岗来。哦，是哈，所以你当时你已经知道你是丁府将军的吉东了，对不对？还不知道，那是去问那个乾隆端那边，他们才请教，才问哪一尊神要下岗救谁。那才知道是丁府将军。所以他现在就是你们的主神嘛，对不对？就才知道，不是我们自己知道，因为去问神，问了他，他来跟他讲，他说也是你是丁府将军什么神什么神，他就跟他这样讲。这样就是丁府将军来了。那我也知道呢，丁府将军就是我们所谓知道就是他是前世神。前世神，什么是前世神呢？前夫，就是他在以前的
以前是我们夫妻，就夫妻啊。然后呢，就是啊、这一代，这一代就是做我老板，嗯，然后呢，做他的股东，做他的股励，对。那当时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你不愿意做股东的，就是那个时候。那时也没有什么，他来拆，给他来拆来拆机哦，你整个公公很乱，公公那就很辛苦。那么后来我老公才去，他说你要不要去拜神？我说要拜祖了，去这个麻坡那边。那麻坡那边拜拜了就回来，他们就介绍我去那个我师父那边，他还才去那边找，才帮你啊，才帮你啊，才帮我看机，就是那时候你是十多岁嘛，对不对？现在你已经是，其实阿嬷呢现在已经是71岁了，啊，他一直跟我说他是17岁，因为他你看不出他是71岁，我70岁了，那你71岁跟我抱多一女。那妈，我也知道你是丁府将军，你说他是前世神，前世神呢，他就是所谓他不会再找机会，不会，他就是这一次来就是我们也是被你跪倒，就是没有了哦，就是抓那边给人家膜拜，就是拜，对不对？然后呢，其实，在你在来了这个丁府将军之后啊，过后7点多还别来找你。7点多阿伯是丁武将军来差不多不久，7点多阿伯是我在这边跟我谈里面的人讲话，他忽然间来靠，来挖，啊，其实我是不会怎样跳了，他挖挖了，他叫我怎样做事这样。哦，所以你也是这样就啊开坛就做了24年嘛，24年啊，对，然后呢就是当时其实你在庙威坛今天庆24周年，对。对吧？对。然后呢，你们的丁府将军的大日子是在5月11。5月11，然后你也做7点多阿伯的。7点多阿伯是12月初7，都是这两个日子吗？不一样，一个12月，一个5月。5月11就是丁府，12月初7是大日阿伯。那今天呢，我来到庙威堂呢，我就看他们叩棺呐，就做一个小拜嘛，就是平时你们都在楼下办大日子吗？五月嘛，所以因为疫情也不能做啊。不可以做。那阿嬷我也知道，就是你们家还有别的祭头，就是这个庙威堂里面，那个一个是你的女儿嘛，对不对？她挑的就是那个娘女姑娘，就是观音嘛，隔壁那个龙女嘛，啊，娘女叫你们叫娘女啊，娘女哦，她也是在几十辈，就是她很小，她不懂，10多岁就被抓了啊，很小，那时好像在读中，共中几啊？忘记了。很小就被抓。中山就被抓了。中山。中山是被抓了吗？OK。然后呢，他只是，其实你们大日子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爸爸，他的。他那是别的，以前他是在别的堂跳的。啊，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今天呢，丁府将军就是庙威堂庆24周年。24。好，然后呢，在我在你们膜拜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你们的神坛里面还有别的神，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一个歹圣牙，对吗？你们在，别的坛，然后就把他请过来，他又跟住我来。是，他说呢，就是在别的坛之后，这歹圣牙他就找你嘛。他叫我跑，抱他走。他叫你抱，快点抱我跑，快点抱我的主人不要，主人不要。啊，我就抱了回来了，就尊了啊，抱到现在很多年了啊。其实他的庙威堂的今生呢，很多都是很
很老酒很老的精神，对不对？啊，那么二十多年了，啊，全部精神二十多年了，啊，当时我也没有去再增修了，没有，就哦，不生越老越好嘛。但是你有一尊这个丁佛将军的一个新的金身，蛮大的。对，为什么你会做这个大的金身？什么事情发生的？当时他那时是说我二十年后要有见，然后忽然间以为要谈他要做金身啊，我的女婿说你要不要做金身，要就做，我说好咯，就做咯。 就说这个大的金身在这边，他就做了。他说我跟我讲二十年后还要有见，啊，我就想有什么好什么事情要有见，后来是，啊，哦，原来做金身他要有见，哦，所以那有缘就过了嘛，啊，你们对不对？有过了嘛，对不对？有过几年了。哦，那庙会坛在目前你们在这边嘛，对不对？你对庙会坛你有什么就是未来有什么计划嘛？就是你会怎么还是这样继续就这样拜下去嘛？就是计划是还没有计划啦，是这样。我老了也是有新的有可以啊，计划也是可以。是吧？他们豆桃要计划是可以。豆桃，这什么计划？他们要计划怎样也是可以啊。因为我在这边看到你们的其实今天你的团队嘛，就是你的豆桃啦，这个就是很积极在拜你们这个二十四周年。对呀，啊，他们也是很热心啊。啊，明年二十五嘛。对呀，啊。通常五年是多，就是来一个大的嘛。没有办法啊，现在这样的病情，明年都不懂会不会好，都不知道啊。好了嘛，就是讲，就是说，今天我荣幸，就是很开心嘛，我可以来参与这个你神坛的这个二十四周年。然后呢，我也就是看了很多，就是你们扣棍啊，然后刚才也是丁福将军有来，丁福将军有来，丁福将军就是将军嘛，他来说是骑马嘛，所以比较将军就是 no nonsense， 就是没有开玩笑的，对吧？啊，刚才我是拍了，就是丁福将军来的时候，他的什么，他的那个威严啊，也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所以夸奖啊，夸奖。哎呀，所以就是其实当你知道你的女儿是在十多岁，她被就是给龙女抓紧，当时你已经是继统了嘛，对不对？对，所以我那时刚刚开始不久啊。你认为这种家族式的这种传下来是有存在的吗？这个是传啊，不懂啊，他是没有什么要办，就是我来办哦。不，那，以后将来的事我也不知道了。以后将来他们好掉哈。以后将来他们不懂要不要跳，我都不懂。其实你们在每个星期六都办公吗？现在不可以办了。不过如果没有这个疫情的话，没有疫情就每个星期六办，是办大夜班。大夜班。初一十五就办丁户。初一十五办丁户。不过我刚才我看了几个视频呢，你们的七点到多亚贝嘛，对不对？七点。七点多亚贝。来，他来接的时候，他是跟我平常看的七点多亚贝不一样。哦，我就不懂了，我就不懂了。所以呢，我就把你的视频拉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们的分享庙宇文化就是，谢谢你啊。所以现在呢，我想访问一下你的孙女，就是这个孙女呢，她当时呢就在 Facebook 呢就跟我沟通了。她说：“哎，我阿嬷也是，然后我在跟她聊天，庙微谈。”现在我们来访问一下他的孙女 Rachel。那当时呢，就是在 Facebook 呢，有一个小女孩呢，就跟我她说她鼓起很大的勇气找七少爷来专访庙微谈。她喽，这个小女孩 Rachel， 你好，你好，你好。那 Rachel 当时就是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你要找七少爷来？我有看过七少爷很多 YouTube video， 包括他拍过很多神坛啊，然后 COVID 的时候他有拍一些关于画手啊、高跷啊那些的，所以我觉得他的 video 的你的 video quality 都很好。然后我已经想很久了，那时候我就想说他要不要联络你，直到那一天我就突然间我出来，我跟刘将军还有阿伯说，我说
我们要是要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生态的话，请你们给我勇气去跟七少爷联络。后来我一进去了房间，我就突然间拿起了电话，就联络你了。你这个很好玩的哥，原来联络七少爷需要那么大的勇气的。其实因为你是下一代嘛，对，你知道七少爷的七少爷月啦，或者七少傅庙会啦，我做的节目都是属于我很想去跟下一代沟通的。不过你这个下一代不一样啊，你太重视了。对对，然后你对庙宇文化也是很了蛮了解的嘛，对。OK。刚才我听你唱一些咒语嘛，就是那些神坛那些咒嘛，对不对？所以谁是你的老师呢？其实没有老师啦，就是自学啦。那时候小时候他们就是跳档的时候，阿妈跳档的时候，我都会出来，然后跟住他们一起唱。唱到现在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了过后，我就会记得，慢慢记得那些词。所以你是从小耳濡目染嘛，对不对？对。那你认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对这些神坛庙的东西，他们的接受能力在吗？他们还是因为我们是不是认为很多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拜神了嘛？有些会还是会follow 他们的 parents grandparents 去庙拜。但他们不会说很相信啦，就只是跟住他的阿公阿嬷或者爸爸妈妈去拜，不见得说if他们自己一个人的话，他们不见得说会自己来神坛啦。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短的豆桃有 set up 一个 Facebook page， 然后我们的 Facebook page 是叫庙威坛。然后就慢慢有人来啊，就是那些比较中年的人啦。Then, 因为现在他们都讲说了 ，so called 啦，讲说 Facebook 是老人用的。是我。然后我就有跟一个其中一个豆桃 discuss 啦，就说看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个 Instagram page。对。So 我们的 Instagram page 也是一样叫苗微端。So。我们一开了那个 Instagram page 过后，现在是差不多有50多个 followers 啦。然后我们就有什么 event 啊，然后照片啊这些，我们都会在 Facebook post 跟 Instagram。对，就是，就是没办法的，因为下一代嘛，你看我的这个女儿都是 Instagram 的，你是对的 ，Facebook 是属于老人用的。对。真的，所以你要在七少也是有 Instagram 哦，我 follow 了、就是所以就是你要跟第三下一代接轨呢，你就必须要 Instagram 啊 ，Facebook 一个是不够的啊，是不是？那你对你是这个阿嬷的孙女嘛，对不对？那你中四，你在这个坛里面也是这样帮忙啊，现在也会唱。你对这个庙会坛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vision 吗？就是一个会有个什么样的憧憬吗？一个未来，你明天你想到庙会坛你要怎么做吗？你是下一代吗？我希望说我们可以更多的 UK， 然后 supporters， 我们可以去那种industry， 因为毕竟我们在家还是有点太小。要是有时也那时候没有 COVID 的时候，很多人我们的家就有点很挤，然后也是多 UK 的话，我们也没有很多 space 可以来办公这些的。So I hope that is 到时候我们可以更多有更多的 UK， 然后更多的 supporters， 我们有那个资金啦，可以去 industry 了。对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冥冥中神明自有安排。安排的，所以呢，只要有这种毅力跟恒心呢，愿望总会实现。好了，谢谢你 ，Rachel， 谢谢七少爷。那很开心呢，今天在庙威坛呢，我很荣幸就是可以访问了很多人，就是访问了他的那个鸡童，他的孙女，现在呢，在我身边呢就是两个重量级的豆桃 ，David 跟 Alex， 你好。那 David 呢，他是其实你在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会在庙会坛的呢、就是、这个是我小时候，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啊，就我小时候我因为我家住对面啊，所以我就听到有鼓声，我就我妈妈哎，当你有鼓声来啊，然后我就他就讲哦啊，维列的隔壁是神坛，啊、他们在楼下做大日子啊，我就讲哎，我要去看去看去看、啊，所以那一年下来看真的就是看而已啦，嗯嗯、然后慢慢下来就啊，因为我跟他从小长大嘛，嗯，所以我就会哎，你们只是做大日子什么什么，我就会下来。一开始慢慢帮忙帮忙做一些比较好像帮忙 Q 东西这样啦，啊、是到了我当完兵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间打给我，我在兵营，他突然间打给我，他就问，哎，阿木你要不要进名字？我就哈什么进什么名字？然后因为之前我在另一个神庙，可是到了我当兵最后一年之前的那一年。我的名字才从那边退出来，嗯啊，然后 the next year， 啊，他就跟我讲，安迪，如果你要不要进名字，嗯呀，说、yeah, so,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 officially 啊有进名字在我们的请帖上面、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这边就做了十多年嘛，十多年，对不对？对啊、其实你本身对神坛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嘛，啊，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去神庙长大了，嗯啊，对，你很年轻嘛，你才30岁，三十岁嘛，对不对、啊？那你认为就是？你是这边斗桃，你是庙会坛的斗桃啊？对，那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可以吸引更多那种年轻的主干来帮忙神坛呢、啊？或者是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一个看法。OK，actually，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去神庙还是去神坛，好像迷信，也不可以讲迷信啦，就是 they want to get something out of it 啦。But I don't feel that's the right way lah. Yeah, I mean, 你一个心上来帮忙，神知道你一个心上来帮忙，你怎么样他都会帮你，他都会照顾你了。啊，不一定说，好像因为我是以前看过一些人去神庙去神坛，就是上去要求马票啦，要什么什么。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吧。我觉得正财比较，就是求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家人平安，这个比较重要了。啊 ，then 年轻一代，因为他们现在很多都宁愿好像。go and play 了，嗯，呀、yeah, ，他们大多数都是，哎 ，weekend 是我的 off day， 我就是要出去玩，就是什么，啊，呀、yeah, ，so how to attract them， we are still thinking about it 其实我本身就以为就是这种是神明主安排，是会安排的啦，对啦，对对对，啊、那你在麦威坛十多年，你的这个。丁福将军有帮你、帮上你什么东西？我帮我很多东西，是吗？很多事情。你认为你真的是？对对对对，真的很多事情，我自己见证到很多，是吗？啊，不一样的东西了。哦，呀、yeah, ，抽呀，一份我家人的 health problem， 还是我做工的东西，甚至现在他帮我自己做老板，it's all 好像后面有人在，对对对，就是有神明在帮你讲不出来。是一个巧合还是什么吧？它就是这样 flow 咯。所以 everything come as is 啊。David 是庙会坛的主干嘛？因为今天我在这么待了半天嘛，就是看他在弄东弄西的，就是得力助手，对不对？那 Alex 呢 ？Alex 你是从就在这边的嘛？对啊，从小就在这边。对，那你现在几岁呢？30。哦，对哦，一样哦，对，我们一样，对啊，30岁哦，是 same age 哦，对。对，那你在怎么说呢？就是三十岁，你从小就在这边这样就是帮忙了吗？对啊。哦，因为你把他拉进来的嘛。也不可以讲他拉了，他们是我自己自愿过来看，看了我自己有兴趣就 OK 咯，他们有做的东西我就下来。哦，你情我愿啊。对对 对, 对。那你做豆桃也是很多年很多年的，好几年的啊，对啊，就是很难得，就是说30岁，30岁，看那个是中士嘛，中士就是很年轻一代，就是在帮忙神坛，就是很难得啊。那你对这个庙会坛有什么你要怎么去把它搞得比较好嘛？就是。你30岁嘛，你怎么去吸引下一种年轻人来帮忙这个庙会坛？想不出，跟他说的一样，就是我每天在想办法。对啊，对啊，我们是想说，因为东
东西做明年都是做一样的，大同小异啦。就说如果说别人有心来帮忙，Of course， 我们会自己的叫，好像我们自己的朋友会问他们，要不要上来走走，还是什么But end of the day， 他们有心留在这里帮忙还是怎么样 ，is up to them 啊But 就是好像我们自己身边的朋友，好像他们有时候有什么困难了，anything， 只是说现在 COVID 不可以办公啊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说可以办公，我身边朋友有什么困难 anything， 只要他们有问到我了，我就会讲，Why not 你上来问一下，阿力比较少话啊。阿力不说话的，整天整天我看他都不说话的，对吧？比较近啊，比较近啊，对，文静文静的男孩啊，所以呢，今天的我荣幸就是很开心，因为刚才你们在那个扣婚的时候，也是跟我平常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也尽量的分享一些别的神坛他们的不同的做法，其实各式各法，仅供参考，可信不可迷，对吧？对啊。那我们很恭喜妙慧坛，好，今天庆祝24周年，祝你们好，兴旺发达。